我刚才在家里吃了俩猪蹄儿，现在准备跟小吉去鹅厂干活了。上午的时候摩托车没有电了，不是没有油了，它不提示呀，油表不提示，不知道啥时候有油没油。从创业沟后边去能少绕一圈路，特别近。过了这个闸再往前走，只有我们一个鹅厂一个住户了。今天下午的工作还是把场地给收拾一下，这块儿没有收拾了，开始干吧。好，先把这木头给搬过去，都规制一下。把这一块草给除除，这地方呢是要搭鹅棚的，除完之后再拉点土给它垫垫，垫平一下。这原木头有点重呀，我自己整不动。你搬不动，一搬就碎。看，咱俩抬着吧。先放着，一会儿我整去，不用抬，一抬就碎。滚过去。我自己抱。来福过来了，我叔和我姨也过来帮忙了，骑着三轮车。我们俩上午干这活还行吗？有看出来有变化了吗？是吧？行。后边的钥匙给你了吗？没有，就给我这个，他还没搬完呢，他还有点东西。你进屋看看姨，你不是没进过呢？钥匙来接。他兜里呢，自己掏来。这屋里咋样？床炕上也有呢，原先在这养蜂。这下边还有个地窖，俩炕都不小，炕席但是我觉得得换换。这是俩大缸，这可得收拾了姨。我叔一来干活就立马快了一些，你就捡捡木头棍就行了。木头棍我都快捡完了啊，捡了歇会儿。这儿还有一丛，那边冰凌花太厚了，是吧？嗯，咱俩前天找还没找到，开的可多可多了，还不能动那花，是保护植物，摘个花行，不能薅根儿。我还想说掐两朵回去泡水呢，掐两朵泡水。上边刺俩，跟那塑夹叶可厚。光把垃圾拉走吧，一说要把这些垃圾都拉到山下，扔到垃圾桶里边去。这儿还有一包，我给它拎过去。这一块特别的难整。冻上了。可不是埋汰，都把垃圾扔到这一块了。上午搂过的还要再重新过一遍呀。对呀，正好嘛，一遍怎么干净？我们干完活就要回去了。今天的一整天就把院子的草给清了清，完了垃圾都给带下去，看一下今天的效果怎么样。你说对的哈，那个走上正轨就好。走，外边回家。走吧，妞。行，咱也回去，该回去做饭了。这阳光洒下来真好看，妞。到时候春天了更好看。对。走。好棒！我姨还摘了点葡萄丁。扔到书包里，提溜着吧。